我自从觉得我不打辅助之后，都过得挺顺利的。辅助是不是耽误了我些什么？没有那个辅助的屁股，还敢去玩辅助？传说对决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又房间也卡住。欲速则不达。走掉你！
让我接说。这个会有点麻烦，先靠他转起来。关的好快，我要死了！进攻，回家补个血。魔王赫尔德，以备击败。安安呐，就这样。碰碰，枪枪击中云老汉。哎，说这什么话嘞 ？Shut down！ 我这么用力射哎，不是啊，反正也太好玩了。飞了应该会很想装。哎，我会比较担心他在叠层的时候装。哎，拜托大家你们先哦。人家以为我去日本玩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是去日本修行啊。谢谢大家帮忙啊，我才能打出这样的成绩啊！嗨呀，好玩。